依个话今日嚟咧，所以头先劲急忙咁样，算系执咗一部分嘢。咁订咗两个衣柜啦，谂住一个放喺度，跟住一个就放睡房。因为其实本身谂住谂放呢边嘅，但系又好似唔系太够位。咁样话咧系要用云梯怼佢上嚟，所以阵间唔知道会系呢个窗定客厅个窗整上嚟。不过应该会系客厅个窗，因为呢个窗好似有啲窄。我上次搬屋嘅时候 miss 咗呢个步骤，睇唔到。好逼噶！이게옷장아까이불들어가는거네어왼어른반쪽이에요네네도무지알수가없어네마음이바뀐이유옷걸이좀많아가지고그냥그래따라따라넣는게나을것같아서 오와요수레한번만네해주세요밑에이거네됐어요네네조금말라야될거야네 그리고나좀눌러줘야돼굳어야돼눌러줘요네손들어요아지금말고조금굳어끄자아자세히안보면 괜찮을거예요 이제가까이서이제안보면표시안날때 어진짜어신기하네요 네정리잘하시고요네감사합니다네耶！依个系送我嚟，但系我要抹一抹笪地先啊！我想同大家讲咧，我平时咧系唔中意用嗰个拖地嗰个嘢，我系用脚嚟抹地嘅。大家阵间都会见到我点样用脚抹地。即系始终其实抹地用手系最干净噶嘛，咁但系我唔想趴低，所以我就用脚。效果系一样的 ，OK。날무시하는건데무슨잘못이있는데好，啱啱嗰个送货嚟嘅叔叔就已经走咗。其实我觉得佢真系成个过程都好亲切，跟住同埋我觉得佢好细心咯，即系佢连嗰个刮花咗位佢都帮我整翻。满分100分，我俾佢1000分。然之后转下眼咧就已经变咗，而家系已经夜晚6点。我换咗套衫，点解呢？就因为咧，其实而家我需要。边个喺度狂卡托？换咗套衫就系谂住要影相嘅，因为咧话说咧，唔知系咪全部人都知道啦。咁但系我系有经纪公司噶嘛，就系、是、Press Play 啦。喺我哋个网系会有我哋嘅相嘅。然之后因为我对上一次影相已经系好似2018，边个啊？好烦啊！我瞄咗咯，点解？啊，喺唔同个 group 咯，同一个人喺唔同个 group 度讲嘢，唔怪得啦。咁然之后，因为对上一次影相已经系好似2年前嘅事啦，咁所以张相有少少唔合地，所以咧先生就叫我要影一张背景系最好系正式嘅相俾佢，所以而家咧就要嚟影啦。咁然之后搵匀全屋咧，可以影到正式相嘅就系、是。呢一個角落，好彩我呢間工作室咧仲未開始整嘢啊，所以我只係稍微將張台搬出嚟咧就去影啦。然之後地下依然係咁樣，係啦，好快就插幾張俾佢。冇嘢多，凳多，同埋相機，同埋台。但係我發覺啲台其實全部都係用得快嘅，即係我覺得我真係錯優錯咗，又唔係錯優錯咗，真係好彩。係咯，好乾。哇，唔得喎，呢個要打啦嘛。影个铺花壁要移开晒啲嘢啊！喂，人哋影铺花壁就系要做嗰啲嗬，要去 studio 影噶，我哋呢啲系低成本制作。乖乖的，为什么？对他在暗在流泪。有啲大叫喎，我觉得侧边，你唔系有几件嘅咩？我想学嗰啲淘宝嗰啲一秒一张，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好奇就係點解最近成日啲片度會出現一個叫做 Gina 嘅人咧，然後佢又成日淨係得把聲冇樣，係啦，咁所以今日就同大家介紹，拜拜。咁佢究竟係何方神聖呢？佢就係我嘅小助手。好榮幸可以做 Mira 嘅小助手，其實即係我哋嘅認識係好搞笑，係一開頭我見 Mira 佢喺個 IG 嗰度請影相嘅小幫手啦，跟住之後我就去 apply 咗，因為我係。以前由 Mira 五年前開始拍片，我已經睇緊嘅老話。以前就已經係覺得哇，如果我有一日可以同 Mira 一齊做嘢咁就，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好羨慕佢呢一個工作模式嘅，由細到大都好羨慕。啊，唔係由細到大，即幾年前已經係好羨慕呢個工作模式，即係好想係可以 freelancer 唔使翻一個 full time， 但可以靠自己做嘢揾到錢咁樣。我見到呢一個工作，我就諗啦，啊，而家可能係影相啫，如果他覺得我做得好，可能會有機會做到其他嘢噶嘛。我覺得真係純粹諗住揾影相嘅，諗太多你。即係如果啊覺得只係影相就夠啦，咁或者係冇其他合作咁就冇啊嘛，好榮幸可以識到呢個人咯。咁樣我係咁嘅心態，啲機會係自己創造啊嘛。結果咧，真係一開始就係幫影相，但其實影相都唔係影咗好耐嘅。跟住之後佢又翻咗香港啦，一再翻嚟，我哋先至算係正式一齊做嘢咁樣，斷斷續續加埋都有半年啦。所以大家。最近就開始見到 Jenna 出現啦，咁之後啲片咧，意外意外都會成日有佢喺度嘅。點解咧？因為我一路以嚟我拍片五年啦，咁耐多數都係自己一個人噶嘛，除非我係出去見朋友或者去其他場合嘅時候，先會見到多啲嘅人物出現喺我啲片度。但係通常我都係自己一個人，所以有時候我都會覺得，片裡面少一啲生動嘅感覺。呢個係我一路以嚟都想追求嘅，但我又冇男朋友啦，又冇老公啦，我又冇寵物喎，屋企人又唔喺我身邊喎，咁朋友你唔係成日可以見到，因為佢唔係可以24小時 on call 可以即係幫你做一啲嘢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我需要一個人嚟去。跟我在片裡面有互動的，跟住 Gina 出現了之後，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有覺得我的片是開心了比較以前沒見過的一面，因為我跟人對話的時候，跟我同 camera 講的時候，我覺得我是有不同的。哦，我也覺得有不同，我是有少少活潑了，多嘢講了。私底下我跟你溝通的時候，我覺得你是真人是比較happy 啲嘅咯，其實即係始終鏡頭係一個死物嘛。如果你對一個死物都可以咁 high， 我會覺得好勁咯。如果你自己一個對住個 cam 嘅時候，你可以長時間都咁樣 keep 住 high 爬，係一件好貼白嘅事。係 anyway， 總之我覺得最近 Jenna 幫助我好多，所以係請大家多多支持。咁然之後啊，咁即係工作內容會係咩？你一開始就幫我影相啦，咁而家都係。做 cam man 咯，即係無論係相或者有時幫我揸機影嘢，都會幫我諗下拍咩片咁樣。即係而家我哋有兩部 iPad 喺度，就諗住嚟開會討論一下，可能之後可以做啲咩。其實我覺得自己仲有好多不足嘅，咁但係都冇辦法。而家係樣嘢都想嘗試一下，因為有嘗試你先知道個結果係好定唔好噶嘛。咁所以而家都係 keep 住一個嘗試中嘅階段。咁同埋因為我早排情緒唔係咁好，但我唔知係因為搬屋定係因為我又見多咗人嘅關係定係點樣啦。咁但係 so far 而家我覺得慢慢變好中嘅，咁希望再變更好咯。바보라서그래멍청해서그래그것도아닌너왜내가소심해서그래집착이심해그래내게말이라도해줘 I love you I still love you 근데이거는食饭又是要试食了好不好吃然之後好食就會記錄低俾大家，大家之後嚟嗰邊，大家之後嚟旅行嘅時候咧，就可以跟住呢一個我嘅分享嚟去踩點。超凍咯，而家要著西裝咯。好似我係生存緊夏天，你生存緊係黐線嘅，啲風係咁吹，勁大風大。但其實我覺得呢種天氣咧真係最曖昧，因為你日頭又熱嘅，其實有太陽係暖嘅，但係你夜晚。跟住而家其實吹啲風過嚟係幾凍下咯，我覺得我咁樣著，即如果我長時間係室外嘅話係會凍嘅。咁但係如果你出成日街，你又冇理由日頭著好多衫咁樣噶嘛。著色溝濃。係啊，呢間我成日都想嚟食咯。
跟住仲未嚟過咯，話想食咗兩年。啊，呢個唔係叫騰啲，呢個係叫騰啲喎，呢間原來。我日日經過，以為係食日本嘢咯，原來呢度。哦，原來是牛嚟噶，仲要係慳到鐵餐。正啊正啊正！我要食食下先醒起我要 vlog， 太失敗了。一個韓牛大腸飯啊，好肥嘅脂肪嗰啲啊！剛才吃完飯，然後撞到朋友，所以呢就上來喝一杯。點心啊，真的來我家的話是真的要趁這個月內，我覺得下個月應該真的會冷，但我天台的桌子我已經買齊了，我真的隨時 ready 你們過來。那個什麼燒肉，我買了一個什麼醬粉，我會應該不會買，我好貴啊，沒錢啊。那我們是不是打邊爐？我未買爐，因為唔係阿 Min 未買煲，拎過嚟洗翻乾淨，跟住拎走。拎過嚟，我哋可以去合井 Home Plus 買餸。中秋係咪收皮啊？好似要早啲買，即係我買先，然之後你哋嗰日就走嚟。因為我哋決定咧，中秋會嚟我屋企打邊爐。시간은흐르니없고내면네가없는걸로맨싸우고치고받고아파치고더미치고하다보니 fall in love again no more 见搞笑咯，有好多人担心小鹿，呢棵唔系小鹿啊，小鹿喺呢度啊，劲大棵佢而家生埋新叶出嚟，一二三四五六七，哇！呢一邊有七條，後面是一二三四五六，後面是有六條咯，勁茂密啊佢而家。但係咧，嗰啲葉上面好多塵，可能遲啲又幫佢抹一抹先。換盆係呢一棵啊，細勁多噶佢。好，而家要嚟抹下個衣櫃。今日最後一個 schedule 就係要整理我嘅衣櫃，我要將所有嘅衫、所有嘅塞曬入去。其實那個櫃仲係勁大陣味，但係頭先我出去食飯之前，我已經打開咗個門等佢透氣，冇計，可能要真係俾多幾多時間佢散散啲味。呢邊咧，我就諗住放大件嘢嘅，咁有啲床單被鋪。哇！咁樣攞落嚟上面咧就會擺衫。大致上就是執到這樣，即兩個櫃桶都放了東西，然後這堆衣服還有一堆之後再選，要睡覺了，好暗，現在已經三點多了，我要睡了。